在新店家乐福也有玩啊，我们也有去玩，那也是配一个的啊。那对啊，为什么这一台还可以同一个号码？他吃，对啊，还是到当天吃？没有吧？他是一天一个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免费配一个，那爹地要吗？有，这是空的，太嗨了吗？我最讶异的是他会自己开。你喜欢自己开？还是是让你不会触碰到？这个又是虾米？好，那我比较喜欢谁？那爹地你要用你的 Facebook 吗？只有这九宫格而已。还有啊，还有下一页啊。可是这边都是优惠券而已，没有送东西啊。玩上瘾了、啊，都是因为我找到这个机器，然后就到处的。你还要弄什么？你要用 Facebook 吗？给你用。是。八八三九九一九九一，哇，这个玩具这么好玩，太好玩了。但制造了很多垃圾，妈妈都在丢垃圾。日本包装，上面都有说介绍说明吗？没有吗？因为他都有啊，看了就知道啦、啊。结果他的使用方法不一样哦。MFB 这个的比较高级耶。真的吗？这是哪一个？为什么这个比较高级？这个。哦。比较高级是吗？第一，他送了四包。那就是比较劣质啊，才可以送四包。耶、yeah, okay. ，又给一包。滴滴滴，这个。那你没有 Facebook？ 我要再玩一个 Facebook。我这里还有一个 Line， 我还可以再玩一个。可是你不是说兑换券吗？哦，这是兑换券。对。那你要鱼饼干。我不要鱼饼干。那你要先知道你的手机号码。我要先知道我的手，哎、你刚才没有按吗？刚才按了。那你帮我按。